Hello everybody， 这里是腾讯音乐人创造学派。然后我给大家今天介绍一个，就是那个跳舞的时候一个小技巧。你那个什么菜，就是听说就是 disco 或者是这种，比如学校这种派对啊之类的，一般来说没有那么正规的时候，大家就可以放松一点。放松一点怎么办呢？你跳舞的时候，你记得你的脚步可以朝八个方向移动就好。这是正北，对不对？这是东北，东方，然后呢这边西北，对不对？然后西边，西南，南边，然后这边是东南。当你这样跳的时候，就这边好像有点乱七八糟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个移到这个近点。这样过来。大家看得好，你在怎么样移动你的脚步都可以。换句话说，你是保持一个旋转不圆的一个态度，在调整你的脚步。往左边，往右边，或者往北边，或者你旋一圈，或者往这西北或者西南的方向这样滑步也好。总之，你的步伐是应该比较轻盈而可爱的，或者比它前面一步。前面一步的时候，你可以用这个动作，前面的一个对，调过去的时候，然后挑起你的右脚的脚尖这样起来，然后左脚脚尖左脚呢拖过去，然后呢又用同样的一个方式把左脚的脚尖调起来以后，然后用右脚滑过去，然后倒过来，就这个样子，对，就这个样子，是吧？然后就这个，就是你觉得你快了以后，你会发现你就和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玩的滑步是差不多的，差不多也跳跳舞没有那么困难，所以在大学里面尽情的释放你的激情。